我们接到通知，我们终于有一个小孩不见了，所以麻烦配合一下，我们检查一下。小孩不见了，关我什么事啊？哎呀，凡是上面接到通知，凡是通过的车辆都要立即检查一下。快点，我车上有小孩发烧啊，39.8度啊。我们也是风密集市，那是没办法。要等一下，大家都要体谅一下。体谅，那人命关天，你那你快一点啊！我车上只有小孩和老婆。要等一下，那个不见小孩，那个女主人来。 确认一下，就是什么人呢？我的小孩，不是他的小孩，你就回过去了。我发烧啊，知道吗？发烧也不耽误一两分钟的事。是我小孩发烧啊！你的小孩？你看到没有？对对对，哎呀，我本来是赶时间呐。对呀，我们没有什么，你看我。那等两分钟吧，等他那边一来的话，你们看看你们就走就。我们小孩。 人命关天呐！是啊，你要快点，让我们过去，我们要带小孩去。你看，刚量了多少度啊？哎呀，39度5啊！39度5啊！等你两分钟，我们呢？等烧坏了，等下烧坏，我小孩你们赔得起吗？你们肯定是没结婚，没理解父母那种心情。哎呀，你不要说那么多了，这个我也有小孩，我也清楚这个情况，但是我们是接到通知。 上面的通知，通知大还是人命大啊？我们是要罚款的，我们也没办法。那你的罚款重要还是人命重要啊？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呀，是不是？就等两分钟，那边来了就行。快点，那当两分钟那不来呢？哎呀，那不来我孩子等下就烧坏。又来了，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你快点，快点！我们怎么做了下这个高烧啊？你们这里有没有医生？那你叫过来。要不你给点退烧药给我们？ 前面一点，一两分钟啊，就等一两分钟。好烫啊！要不先放他走吧，这个小孩。不行啊，这个公务在身。人命关天。如果是他的小孩怎么办？我们怎么负责得起？哎，也是我们的小孩。出了问题的话，我们也负责不起啊。人家这个小孩的问题。对啊，你负责得起吗？再等一两分钟，一两分钟的事。摸点。 拿点水摸一下，去吧。真的是，通融通融啊！我想通融你，但是我没办法。你再等两分钟吧，我们也配合一下你，再等两分钟，要敷点冰袋。我们这边也是难办。敷点冰袋啊！哎呀。
你们这村怎么回事？怎么会不见小孩呀？我也不懂，单单这个通知，人贩子多，我们也是没办法，不能也是给你过去。我看你们这村也没装有天眼是吧？有是有，那边有些地方没有吧？有的，一般路口都有的。那是，一般地方都有啊？都有，基本上都有。好像没有吧？我们看都没有。我们是装那个真红色的，真红啊，一般的话都有隐形的那种，你们看不到的。哦，这样啊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哎，不是，我跟你说这个，跟你看你们村这个小孩不见我，我以为你们感到惋惜呀、啊，要多装摄像头。现在坏人多啊，现在。现在我先查路口，如果找不到了，再放那个摄像头出来，就他们就可以看。他们怎么那么久都没有来、啊？哎呀，他可能找到了呢。哎，老婆，那小孩退烧一点没有？没有啊。没有，那哎呀，通融通融吧。下次我会来感谢你们呐、啊。是那个小孩，那个也是啊，都没有退烧啊。让他先走吧。哎呀，这个。哎呀，我先走了。哎呀，你看他们两公婆也是挺好说话的。小夫，等一下就。有什么责任你记我的车牌就可以了，没事的啊。车牌。先给他走吧。是啊，好事啊。我为难了，我们。哎呀，走吧，小夫，走吧。我先走了啊。孩子那个身体也不见了，等一下就看一下天网吧。哎呀，走吧，走吧，你快点走吧。哎，队长，你拿开这个啊，真的不好意思啊。你赶紧送他去医院吧、啊、我最近的那个医院在哪，卫生所在哪里？那边、啊、那边是吧？啊，直角还是左改？右改。右改啊？右改。要不你带我去一下。我没空，我们要左改呀、啊、这个那里快点，快点过去，快点过去。这个小孩也是发个这么高的烧。是啊，真的是小孩子。不见了、啊！我的小孩，你刚才没有戳经过，有一辆车，但是人家等了好久了，小孩子发烧。哎呀，肯定是我小孩就是发烧，我刚想带他去看医生的。你干嘛打电话又不说明？我打电话是婚车，但是他们在那边，哦，他们搞那辆不是婚车啊，他们把那个婚车那个拆了。拆了。我看到在那边有新娘的衣服，还有婚车。那你们怎么那么久都没到？我的宝啊，他开车我哪里惹得怪啊？你怎么不把我守住啊？我看见他发烧，那么久你们都没到，哎呀，这是半天的事情啊！是我的小孩啊！但是我们也不能那么无情啊，是不是？我们也不知道是没有小孩，赶紧打电话报警。就这样吧，我叫他查一下天口，全部都装有吗？有，全部都有。打电话报警。你打我，你先打，快点叫他。哎，主任，你帮我查一下那个监控，有一个车2688那个车到哪里了？叫他们拦住他，是他们截住必要路口。啊！我打电话报警，哎呦呦，离婚证还不见了，是一个2688车牌的。是啊，你快点帮我拦住，我们赶过去。一男一女，那个一男一女，男的很矮的、啊。行行行，快点走啊！